已经建庙300多年的庙了，孔环境去年向文建会申请国定古迹，虽然今年要开始征收取消抢头香的活动，但是庙内发现全国第一本古迹修复的村番簿啊，透过信众的小钱捐献，用将村番簿啊扎在身躯边，受到妈祖的保佑。不管是一个月欠300块、500块、1000块，啊，欠伫这本古迹的修复存折，啊，3年后吼，咱甲累积起来，甲妈祖庙斗三工。虽然天气落着小雨，开庙完后，各庙宇嘛开始分送祈福的新春红包。吴美金两年下妈祖的各种造型，让民众欢喜分享妈祖的福气。加上各地信众和游客，就庙内真正满满拢是人，更加有过年的气氛。记者王宏，桂林报道。